桃园站快到了，桃园就没搞啊，桃园。好，聊什么？办六月十三号，第一次南港妈祖教堂也很棒，好的，修幼稚。2023、2024普悠玛之江，西部有者普悠玛在桃园站停靠，下一站就直达台中站。昆明车门，准备十几块钱，一次。2008次，中华发这种海鲜看寄用的900元会钞，在桃园站南刚好交汇，下一站台中，台中，这班最优质西部优质普悠玛，然后这个月改点之后就变成3000。至少改3000还不错，啊，位置变多，虽然速度可能变慢。
发根做东，没关系。连916也停下来，1384，看哦，基隆，哇，刚好也停在这边，那被这种人气死了。站通过，来力，注意啦！注意，我待会开到那个即将要被倒灭的中立火车站，旧站。
证通过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农历站即将在6月15跟16就要切换到临时新站，对，也期盼能够早日切到地下化工程能够完工。